看看新闻网。十月初，吴尊召开了记者会，宣布自己已与相恋18年的初恋女友结婚4年，并育有3岁女儿。没等大家缓过神来，几天之后，也就是太太林丽莹34岁生日那天，小儿子又诞生了。如今儿女成双的吴尊呢，聊起孩子来绝对是奶爸味十足啊！来看一下，那当天身着一身黑的吴尊满面春风，谈起刚出生的儿子侃侃而谈，自称对付熊孩子很有一套。一个晚上都要起来3-4次啊，对啊，就是喝奶啊，然后常常就是要换尿布啊什么的。对，我很喜欢跟他换尿布，因为我很注重清洁，对，所以我都会跟他抹到很干净那一种。这么疼爱这小儿子，可别忘了你还有个3岁的女儿呢。这精力都花在儿子身上了，就不怕女儿吃醋？我女儿她很喜欢 baby， 对，那现在生了一个出来给她，她就是很照顾她，一直要看她，一直要摸她。如今婚姻幸福，膝下又有儿女一双，任谁都羡慕不已。不过吴尊可是还不满足哦，再来俩也都没问题了。我觉得最多3个吧，对啊，以前我会想说要生5个。这奶爸吴尊不仅自己忙着造人，连好友也不放过，当场催着林峰赶紧也生个小孩玩玩。不过仍处于和女友吴千语热恋期的林峰貌似并不着急。刚才他有跟我说，哎，加油啊，你有做好。我说顺其自然吧，一步一步吧，按部就班吧。我说吴尊，全世界都知道你幸福了，就让林峰再好好享受下二人世界吧。娱乐新天地，奶爸的世界只有他自己懂。报道。